Hello， 大家继续翻到嚟 Pokemon 白金啊！上集就讲到我哋终于打赢咗草蟻道馆，依家咧我哋就先探索一下呢一个嘅地方啦，探索一下呢个地方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啊！挖掘装备，精灵中心旁边老爷爷，咁啊呢个就可以有一个特别嘅用途啦，就系可以同人，我唔知呢个用途系咪连线，跟住即系同人连线，跟住掘化石，系啦，唔知系咪啊？好，咦换咩佢？差尾浮又换音哦，音符鹦鹉啊，呢个几过瘾嘅。咁我同大家讲一讲一个嘅关于呢一个嘅音符鹦鹉一样嘢啦。咁音符鹦鹉咧，其实是一个好特别嘅精灵啦，系啦。咁佢嗰个有个特别嘅技能咧，就系可以录音录低，然之后佢用嘅时候再讲翻，再播翻出嚟嘅。譬如你喺 NDS 度咧，佢可以俾你录音啦，然之后你录完之后咧。录完之后咧，你就可以用嗰招技。咁用嗰招技嘅时候咧，就会发出翻同样录音嗰个声音出嚟嘅，系啦。咁啊，有啲人咧就用呢一个嘅功能咧，就去录一啲音啦，然之后喺呢个 WiFi battle 度同人即系闹佢啦，诶，即系一播用嗰招技就即刻闹佢，系啦。咁啊，所以都后尾就取消咗，唔俾人用呢隻嘢啦，同埋亦都唔知系咪取消咗个功能，录音功能。好，掘化石呢个，掘矿中装备。好，咁啊，有我自己嘅印象中咧，咁掘呢个嘅挖掘装备咧，掘矿装备咧就系用嚟去捉呢个恶梦神啦，系啦，恶梦神啊、雪米啊嗰啲啦。诶，自行车道路唔关我事，咁即系入呢度啦，系嘛？OK， 我已经学咗呢个居入斩就入嚟啦。好，寒心轻神啊！国际刑警变装之类，根本就系小菜一碟，轻松。话说话呢间个了不起嘅训练师，但系都要提醒你，俾啲建议你。有两条咧，其中一条一定系陷阱，但系呢啲人咧全部都傻嘅。正确嘅道路上一定会有记号。OK， 有记号，傻嘅都知系左手边啦，系嘛？但我偏要去右手边。咁呢啲唔关事噶，哦，唔使打呢啲。诶 ，OK， 好啦，卷尾猫啊，偷袭催眠，催眠先啦，靓波啊 ，Where？ 哇，黐乜筋嘅，咁都俾佢瞓翻我转头，嗰度有嘢执，咁我一定要过去啦，咁冇办法，咁啊，梗系单打啦，唔使问，单打系最好嘅。拍翼喎又 good 啦，一翼拍落去，毒油照用啦，拍翼，哇正，睇少波音符啊谂住，我吸我血，哎呀冇咗拍翼，唔紧要，哎食蕉啊，好唔紧要啊，应该输啦，唔紧要应该输啦，依家几多钱啊？800蚊，800蚊我哋买少少嘅药品，然之后咧再去挑战呢、這个诶银河团，打赢佢嗰只咁嘅超音符啊。OK， 喺血量上，如果我有优势嘅话，其实应该赢到嘅。咬，再咬，靓喎！呢只嘢就用吸血啦。冇咩技用，其实都得招咁咬。冇 PP 了，超音波，黐线！我一赢到，咁都赢咗，但唔紧要啊，你照翻去啦。始终嗰只嘅嘢都系用工具重啦，系啦。OK， 我依家就上去啦。呢个咩噶？呢个唔使打，但系揿佢嘅时候先打。哎，睇先啊！哇，死得呢啲技！挑拨追击偷袭，全部都废技嚟噶，废到不能再废喎！呢啲技系追击，咦有机会赢？有机啊！哎咁都赢到好嘢，诶速度增强啊！咁啊上前一集都应该讲过啦，我觉得呢啲增强嘅道具简直系神器，一定要有啊，一定要用好。依家就可以上去啦，呢度啊，
喂，有分别咯，系咪有红色嗰张纸啊？系嘛？不要犹豫，这才是成功之路。虽然唔知系咪啦吓。喂，但我要去隔篱嗰度，即系隔篱嗰有嘢执啊！哇，有机蜡！哎呀，速绑系废技啊，风技。喂，个念力都几劲啊！蓝碎片、元气碎片都唔劲喎，两个。OK， 冇乜印象我对呢、這个，我对呢个剧情 save 先喺度。点啊喺度？将打精灵抢走系咩一回事啊？咦，可以行？哇，电行电过可以。好，卷耳套啦，我皮皮啦。有何贵过问呢个都系废话，你系攞精灵啊？当我咧丘比特嚟做你对手，丘比特钢步。又系啲超音符，哇！大镬，食药先，即刻食药啦，一日拍死你！哇，黐线，我已经28咧，唔换喺度，拍翼，喂呀，死仔包啊！哇，好劲喎呢只嘢，又冇晒钱，1800蚊，唔使谂，即刻买晒啲嘢，买好伤药，好过400蚊有佢啦。我400蚊可以买一支嘅20 HP 嘅药水，但系就冇所谓啦。呢边，跟住喺呢度。OK， 嚟啦！一阵间嗰只我变佢好唔好咧？但我惊唔够快啊，变佢顶啦！仲有怪异光，解咗，拍翼佢。哇，打唔死一定，一定打唔死喎！试下变佢身啦，唯有吓。欸，有机会啊，叫声 very good， 但系咁如果叫声咁，我咪冇着数咯，又好白痴，即刻谂翻啲低 B 嘢淹没佢先啦，唔使谂。哇，有冇搞错？顶会心喎、啊，唉，真黐筋，即系话我第一只要用超音符打，第二只就要用翻嗰只臭油鼠打系嘛，冇问题。都应该 OK 嘅，我仲食咗一支药添，唉，蚀晒本。咦，呢度有得入去啊？我唔系，呢度头先攞蓝碎片噶啦，打多啊，打 ！Oh shit， 快唔过我就死啦！唉，黐线啊，好难打啊呢度，点打啊？打得赢超音波，打唔赢下面嗰，后面嗰只。好，唔紧要，我哋差唔多系时候用 save 战术啦。冇晒钱先嚟 save。好，嚟啦。哎，佢次次都用怪哥好久喎，你都顶重开算啦。好烦喎，次次都怪二哥，点玩啊咁啊？黐筋啊！每一集都喺度重复紧上一集嘅嘢，你中意冇咁怪异光啊条？呢度走一走啦，然之后我哋就直接用好伤药俾一百变怪，跟住就冇啦，叫星巨入衰岩，百变怪变，哇好在打唔痛我啫。之后咧就仲有啲咩战斗用具啊？速度、状态、防御系咩啊？防痊愈能力不会下降，速度增强咯，试下。OK， 乱找，靓波找，找，找，黐筋嘅。点解人哋咁易回收，我咁都回收唔到啊？我用切割。好，再转重。好，跟住即刻食药啦，唔好谂啦。呢度就碎岩啦，化变怪变身，好痛效都，呢度直接用切割好冇咧，直接用切割啦，有机啊，切佢，哇，得翻一招，食个药先，唔想嘥时间，切，哇，切唔到，最后一下，阳弓其实应该打中啊，吓、啊？点会失败？阳公，阳公唔系咩嘅咩？顶冇得 check 能力喎。哦，哇！
唉，低能嘅真系，真系白痴，有乜可能啊？杨公唔系先制技嚟嘅，定系呢度未改啊佢？因为佢有啲技能系之后先越嚟越劲啊，或者可能杨公变咗佢唔系保护啊就用唔到啊，我觉得可能系啦。OK。咁佢头先淹没我，然之后变咗佢，咁应该解除咗嗰个命中下降啦。而家用切割切裂啊，靓波啊！哇，唉，好头痛啊！咁次次都系咁噶。哎，终于到我发位啦。OK， 今次可以用啲细药啦，细樽药。OK， 即系我把变怪啦，转身。切佢，喂，又会心，佢有冇咁易会心啊？差唔多成日都会心，咁搞错噶？做冇药啊？仲有一支，食多支啦，唉，冇谂啦。啊，终于赢啦！你都几劲喎，反正咧精灵雕像嘅调查都已经告一段落，已经回收埋能源啦，话俾你好嘢啊！老大嘅目的咧，调查神话中嘅真相，用呢个传说中精灵咧支配成个神路啊！你最好唔好同啲银河团对着干。OK， 皮皮系从宇宙嚟嘅精灵讲紧交出来，莫名其妙，好似宇宙人喺搵同伴咁。OK， 系黐筋嘅真系，打到想呕。有乜可能佢成日爆击我爆唔到击噶？一啲都唔公平。咦，隔篱有个，隔篱呢个去边噶？我攞精灵嘅抽嘢呢个系好呢度系中药铺唔关事啦，系咪呢个咧？佢头先叫我去边啊？嗯？诶 ，Hero 啦，想送你一样嘢，揾你要唔要收留精灵蛋？呢个系咩精灵蛋咯？好，攞个单车先。我佢系单车佬嚟，啱啱嗰个 ，OK。我仲系边个嚟添？睇唔切佢嗰个，佢叫我去单车 ，OK。咁啊，即刻补翻啲伤药啦，唔好谂啦，补两支啦，跟住一支，搞掂。好啦，单车呢一度咧，呢度啱啱老啊，上次。哇！黐筋无端弹条出嚟。点解又俾佢混乱噶？黐筋啊！俾我静静地咁赢得唔得啊？赢喎、啊！喂，输咗，真系黐孖筋。唔知行右手边定系行下面？下面就系单车路嚟，咁应该系单车路啦，我估。哦，应睇先，系嘛？诶，单车路啦咯。呢度有条咩人嚟啊？唔关事。单车路，快捷键啦。上单车，上。好 ，OK。Hi， 智能车同精灵，你更喜欢哪个 ？Hi。OK。边落去啦，想赢我。OK。打唔打？呢啲唔打啦，见唔到嘅就唔打啦。雀仔莽撞啊，正我呢招，哇顶啊！玩嘢啊！唉，好白痴啊，真系我赢喎，真好白痴，唔系讲笑，黐线嘅真系。啱啱先讲完网撞正之后，俾人撞翻转头，系咪低能嘅？究竟有乜可能佢会用网撞咁串啊？条友，嗯，嚟啦，又系你，又有网撞，哇顶，即刻网撞，吔屎啊！唉，仲输埋俾佢添，好屈机啊！啲网撞唔系讲笑，啊呢只唔使自打得赢呢只。又冇晒钱哦，又有一个500蚊，唉，单车路得啦，单车啊，而家单啊，
火马，火马啲应该赢到啊，赢啦，浅踏，浅踏啲神技，即系讲呢个冒险入面，喺呢个主线入面咧，浅踏系神技，呢啲咬啦，系啦，咬，咬佢就点啊呢只？喂，比加超啊又系，扣击，唉，走啊五点，太嬲啦，到啦。二零六号到咯，咦唔系，印象中呢度好似唔啱路啊，定另一边呢？好似唔系呢边，咁我想唔紧要啦，照落。二零七号到路，有冇地图啊？试下六六市咯，我唔知系咪六六市，试下先。哇，火焰车识嘅。咁恶嘅火焰车，乱找火焰车，乱找，顶呢只我都要输，唔得真系，要揾啲加攻击力嘅道具先得，即系譬如嗰啲咩专围嗰啲，如果唔系打人 RJ 啊，打唔赢啊，好。跟住去左手边，打上面嗰先。帕奇尼兹顶啊，咁都麻痹，高速星星咧，唉，大我两步，忍耐得唔得啊？忍耐，忍耐有咩用啊？忍耐系一唔会扣唔会死嗰招啊，我仲系打佢之后反击嗰招添，唉。解除咗状态先啦，唔该。好啦，咁啊冇麻痹啦，因为麻变怪唔惊麻痹。跳拨火苗火焰车乱找，靓波。哇系，三招入面 miss 咗两招定一招啊？但系呢一睇支岩石系，又震级。哇，黐筋啊，直接爆炸我哋有。唉，我用碎岩打佢啦呢只，哦佢唔打人，哇即刻俾人打，咦我都赢，唔好进化，OK， 元气碎片应该要用啦，呢度入三毒，哇，精灵套件点啊？唔先唔讲啦，送咩嘢？战斗手锁、口袋手表、探测器，吓亲我，以为佢又搵我打交，但系呢度。呢度系咪落翻去？我喺呢度落翻去喺金市，就系上第一集我哋打岩石系嗰个道馆啦。咁呢一度上翻嚟就系去到呢度。咁如无意应该去呢边系啱噶啦。好呢啲唔打，冇嘥时间喺度打。银河团，你知唔知道世界嘅起源啊？传说咧呢个电源山咧神怒地区起源嘅地方啊，诞生之初嘅世界。但系依家又点咧？人心嘅险恶咧，大家不断争执啊！世界越嚟越糟，越嚟越糟糕，真系咧愚蠢。哇，咁啊走啊！哇，瑜伽口208啊，又一个岩石佬，有冇晋级啊 ？Oh my god， 有愤怒，知知啊咁就，哇，打几耐啊要？打到下年啊又，岩石打得痛啊，唔错，落石先啱，好在呢个格斗佬应该打赢，因为啲格斗佬多数咧都系系啦，腕力啦都系，What？ 中个笔喎大佬，咩事啊？Oh my god！ 点解我只百变怪咁噶？我去带我只百变怪睇医生喎，死啦咁好，黐筋啊 ！Oh shit！ 发生咩事啊？带去睇医生先啊！睇完医生再打如何？咩事啊？我只百变怪要带去睇医生。黐筋啊！咩料啊？
啊，冇变身啊？点解？我 save 喺边啊？哦，冇事。顶喺呢度啊！唔知咩事啊？可能中咗筆啊！因为曾经有一个筆就系话咧，佢唔知 copy 咗人哋招技，但系唔知点触发啦，系无意中触发嘅。OK， 咁但系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集翻嚟继续打呢个丘比特啊，丘比特好。咁啊，中意嘅记得揿我中意啦，系啦，未订嘅朋友记得揿我订阅，我哋下次翻嚟再见，拜拜。